新竹县湖口乡的后花园观星夕照，拥有茶香步道，能够串联老街，留住游客。但是呢，因为有缺乏公厕，还有游客服务中心，造成了民众不便。那么县议员吴菊花就提出质询，县府呢则是回应了，将会同乡公所来会勘，寻求用地增设公社来解决。湖口老街每月60,000观光人潮，县府打造观星夕照要留住游客，但缺公厕，公共设施不完善。县议员吴菊花提出质询。观星夕照是我们湖口后花园的重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政府呢也花了这么多钱，因为我们要连成湖口老街很多的这个建设呢，而且呢，让这个公家地方能够呢再利用，而且都是国防部的地，他们现在已经释出来给我们，不管是乡公所或者是我们县政府要做任何的这个建设呢，我想它都非常容易，我们不用再征地，花费7500万一期工程，辟建2.4公里步道，串联老街往后山茶园，在今年6月完工。但如厕用餐不便，加上缺乏游客服务站，入夜看夜景也不安全，使得新林后花园美意打了折扣。县府将会同乡公所会勘，寻求适合用地增设公厕和游客服务中心。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跟乡公所一起讨论，在有没有办法在这个计划里面来做一个补救，或者是另外想办法来解决。那第二期的部分6500万已经也在发包施工了，它就在旁边的粪积窝溪的一些改善的计划。我想这两个计划对湖口乡来讲确实是一个可以吸引人家到这边来观光的地方。二期还要再投入6900万，工程在招标阶段，打造粪积窝溪蓝带，串联老街和茶乡步道，要让游客愿意停留，玩得更尽兴。